2021年头顶发长的困扰，请您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今天来开箱买的公仔加洛特，啊，海贼王里面的毛皮族的战斗员。那我们来开，打开里面，它的外观就是这样子。公仔店里面找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它月亮四四的形状，没有变成御姐的形状，没有办法找到，只有找到它没有变身之前的样子。很简单，里面就只有三个板样。那我们大家组合一下，这是它的底座，看起来还蛮单薄的。加洛特的图那个头型，眼神还是蛮可爱的，把它套上去。它这一款有两个颜色，那我们这次是买比较深色的，它另外一款是比较单色的。那它脚的鞋子跟它的底座还可以蛮符合的。套到底，整个样式还蛮不稳，侧面背面最后一面，这一支在买的时候是买到450块台币，头顶发长的困扰。